德英组建第132期工程营，同为北约成员国的德英两国近年来不断加强军事合作，为提升联合支援部队渡海跨江能力，两国于今年10月正式组建第132期工程营。根据联合构想声明，2019年英陆军组建一个连级两栖工程中队，第23两栖工程中队，随后参加两国先锋、副两千零19军事演习。未来，该营将参加北约框架下的波罗的海行动、蟒蛇三叉戟接点等军事行动和演习。